偶遇前妻的第二天。不好。我刚才看个人跟你特别像，我就过来看看，真是你。你这干嘛呢？我约会呢。哦，挺好。那你忙，我就打个招呼。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就打个招呼啊。你忙，你忙，你忙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本来想电话和你说的。那你现在说。这你方不方便借我点钱？没事没事，你忙你忙你忙忙。我拿手机。我现在就20000多，我先转你10000够吗？够够够。够不够？够。算了，给你转20000吧。啊，够，真够，真够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方宇，他就是方宇啊。你在转钱干嘛呀？你坐那儿等我一会儿呗。这我，你我知道你方宇。哎，你自己讲的有手有脚的，你也不像个残疾人呀。哎，不是方宇，你不会自己找个工作挣钱吗？没事没事，你老找不汉借钱干嘛呀？没事没事，你要点脸吗？你回去等我就行。我先走了，不汉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方宇，你回来，你不是缺钱吗？你走什么呀？你别拽我，别拽。你以后缺钱了，你管我要，我给你转，我施舍给你。别拽他，我这在帮你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们俩分开这么久，他还过你钱吗？不是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以后别再管波涵要钱了，知不知道？管不着。雨停止，天空之间，像不好意思啊，破坏你约会了。我玩呢，我妈不找相亲对象，现在两个见面。那你相就好好相呗，干嘛应付啊？沿途经过的从前，不是来你家干嘛呀？那我在这等你，我不上去了。哎呀，你这干嘛呀？拿着。谢谢了啊，我最近创业有点难，差点钱给员工发工资。哎，我知道你最近肯定很难很难。不是，你这太多了，干嘛？怎么这么多？哎呀，你之前给我打的生活费我都取出来了，没用，你拿着用吧。哎，你拿着呢，你自己花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够花，你拿着用吧。穷家富路，你别因为一点小钱到处管别人借钱了啊！你不够，我再给你凑去。够够够，没跟别人借，就最近，哎，真的太难了，不然不跟你张嘴。我跟你说，可口可乐第一年才卖了25瓶，你肯定可以的。哎呀，我怎么能跟可口可乐比啊？你比可口可乐强。我们。